有一个长方形的操场，它的宽为50，然后它维持操场需要260公分的篱笆，求此操场的长度。我们遇到应用题，他讲到长方形的时候，我都会鼓励我的学生把长方形画出来。然后他说它的宽是50，所以左边50，右边50，然后它上面是 x，下面是 x，然后它围这个操场需要260公尺的篱笆，所以我就知道我这四个加起来会是等于260，所以我的 x+x+50+50会是等于260，然后我把这两个合起来2x+100等于260，我再把这个搬过去，所以我 2x 等于160，所以我的 x 等于80，所以我的长是80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要检查我的答案的时候，就是说我的长是80米的情况之下，那么它的周长呢就是50+50+80+80，然后它就会等于260米，OK，那就正确了。